觉得我们这段可以在一起多久？应该等一下就原地分手了。就是我其实很感谢你来，因为他听到我问他说，哎、欸，请问一下 Toys 可以来吗？他好不容易说哦可以啊，我就觉得哇天哪、啊、太好了。不会啦，都过去了。啊，你们就有聊天吗？我们几句祝福的话吧。祝你快乐。大闹蕾拉婚礼，竟然假戏真做。欢迎收看，欢迎收看。如果在蕾拉婚礼现场有另一个人穿着婚纱要抢婚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你们怎么穿起来很开心的样子？哪里开心？我也强颜欢笑。今天的假新郎接受害人，恭喜恭喜，解脱了。我觉得现在其实展元老师应该头脑很疼，元老师在旁边主持。你现在第一步很简单，谢谢他们来你的婚礼。我可以录十秒钟结束啊？不行，画面好可怕。那我这边可以加薪吗？酷炫，这个好，我们两个都要。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是气话，我整人气话。谁在整你？我才被整吧？是你被整还是蕾拉被整？那应该是蕾拉被整。好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拿到这边啊。不要疯了！谢谢大家，谢谢陪大家过来啊！我当入门四年多了，那个是我拍过最硬的计划。新人打招呼。史上最可怕的计划，吓坏了！祝福一下今天的新人，恭喜你们结为连理。我今天就来看你们的婚礼。他在包6000块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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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给人包这么多哎，6000。我们第二对，我们为了流量已经做到这样哎。对，要包多少？3000块吧，因为可以吃半套。谢谢你来我的婚礼，谢谢谢谢马西。哎，马西，哎、欸欸，抱歉啊，我比你跟大黑更早一步了。谢谢你们来我的婚礼，谢谢。哦，谢谢，你也很漂亮。太温暖了吧？叫你们动作快一点嘛。你们每天晚上都明明亮亮。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哎、欸，谢谢。太疯了，哎、欸，马西。第一天穿就整掉，我的天啊！欢迎你今天参加我跟雅炫的婚礼。啊，恭喜恭喜！祝你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啊，你我这对就是来骗红包的。啊，好尴尬，完全不知道怎么跟他接话。胖虎好久不见了，谢谢你来我们的婚礼哦。嘴型了吗？这是嘴型业配吗？讲一句祝福的话吧。祝你们就是，都是我祝福不下去。哎，嘉娜，好久不见，欢迎来到我跟雅炫的婚礼。你是说你要跟我结婚？有吗？有吗？之前你跟嘉娜说什么？要跟我睡觉。对，嘉我。那给一句祝福的话吧。祝你们天天做爱，天天高。等一下，马上就要进场了，所以我的计划是这样：在蕾拉走进场之后，你们再从后面第二队进场 ，OK 吗？那你们就挥挥手，走到位置上坐好，吃八费就这样。你可以跟真的，我必须说你很辛苦，我觉得好可怕。我知道你有点不太愿意，没关系啊，为了频道交给你们 ，OK， 没问题。比较委屈吧，这一套有模有样的，你们会紧张？我现在恐惧大于紧张。但是怕丢脸大于紧张，这是我进反骨最可怕的一个晚上。这是我当 YT 有史以来最硬的计划。观众有没有看到他们始终保持一个对？我们会看。看到雅倩结婚感觉怎么样？很开心啊，这样他就可以当家庭主妇，就不会出来职场害人。真正的家政。好，那期待一下进场。敬业一点啊！有问敬业，放空。两位新人准备上场了，欢迎我们的新人、新郎、新娘蕾拉、汤宇进场。他们的婚纱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对比之下很恐怖，没有比较没有伤。快解脱了，好尴尬，他看这边，开干的时候。大家来参加我跟雅倩的婚礼，哎，玉林哥好久不见，哎，谢谢大家来我们的婚礼，今天不是蕾拉汤宇的哦，好感动，嗯，你们早该结为连理了，好可怕，快结束，快结束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，史上最遥远的距离，太远了吧？哎，好笑吗？很好笑，尴尬到爆炸，太棒了。哎呀，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要走那一场，可是我一点都不尴尬，因为尴尬的一定是他。对，你是我。因为毕竟我今天身穿的是卖场的顶尖婚纱，到底要怎么应付呢？可能这个企划辛苦你了，祝福蕾拉，新婚快乐。啊，我这样怎么拿把费啊？你就撩着啊，大神过河啊。哎，可以跟着我吗？我当然跟着你啊。你怎么样啊？你怎么一个人？你太开心。
你吓到人家了，大家想说你在干嘛？加油啦，好不好？祝你跟培根百年好合，培根不见了，道跑新郎，我帮不了你。你看人家都有人在帮你拉，啊，我没有人帮我拉，培根绕跑了，我帮他夹饭，有这种新娘。我现在没有手可以拿前面那个，他现在完全卡住了。所有人都在卡住。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感谢阿翔来，谢谢人家来参加你们的婚礼啊。谢谢谢谢谢谢 Kiki， 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看到钱很好，就现场有两对。真的姐，我包包大的。才刚嫁给你嘞。欢迎林哥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今天你们来见证我跟雅宪的婚礼。一定要一定要。你觉得我们配吗？超配。我也讲不配吧，拜托。你们啊，超不配。那讲一句祝福的话吧。他都不配。来小玉啦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说祝福的话吧。你说祝福他找到更好的，你们真的在一起了。拜托不要！你知道这样有时候会假戏真做，绝对不会。你好，是找你，要找我做吗？对，哎，有这个、啊。你们来参加我跟雅宪的婚礼。我怎么不知道我今天是来参加你的婚礼？叫车叫车，来做婚礼了。那讲一句祝福的话，早日脱离，好不好？对啊。谢谢你今天来参加我跟雅宪的婚礼。你们婚礼就对了。对。你觉得我们这对可以在一起多久？应该等一下就原地分手了。你们是结婚了？对。好，我们接下来。等等就要离婚了。一句祝福的话吧。祝你们早生贵子。我那个跟你外表。跟我跟我跟我是很重要。现场所有想要抽捧花的、接捧花的，来，哦，那那边五爷直接穿婚纱的，厉害厉害，意图非常之明显。雅倩要抢到，雅倩要抢到，好啊好啊好啊，来来来，倒数三二一哦，到底谁会接到捧花呢？三二一，哦哦哦，加拿抢到了，加拿抢到了。进完就马上换我们去，看他们会怎样。你先来，我跟雅倩的婚礼。这个是真心娘，这是假心娘。对对对，那我跟雅倩的婚礼。你喝什么？先让我喝一口橘子酒。我橘子酒。谢谢雷拉来我跟雅倩的婚礼。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！我先忙，我不用恭喜，当然要离婚了。谢谢汪娜来我跟雅宪的婚礼，你给我们几句祝福的话吧。他傻眼了，祝你快乐。我们今天来就是办个闹剧而已。哦，怎么可能会有人跟培根结婚？培根认真的。谢谢旋风哥来我跟雅宪的婚礼。谢我们的金旋风，这我真的在这边要说，就是在帆布频道说，就是我其实很感谢你来，因为他听到我问他说，哎，请问一下 Toys 可以来吗？他毫不犹豫说，哦，可以啊。我就觉得哇，天哪，太好了，因为我真的很担心你们。不会啊，其实也没有问题啊。话说你们心理上会有什么不舒服？不会啦，都过去了。啊，你们就有聊天吗？消费酒刚喝过了吗？喝完了。洞房略过。确定不要？不用不用。所以你们会真的在一起吗？还是会离婚啊？如果还有选择的话，我还希望跟曲艺。今天雅倩有让我震惊到，她今天洗蛮漂亮的，其实真的蛮壮的，不要啊！其实有美美的样子啊，我真的是蛮壮，对，我在关腔没错。可是我坦白讲，我也希望你可以赶快找你的终身伴侣。你讲别人，你自己也要找，我在努力中啊。啊，好了，反正今天见证这对怨偶的爱情啊。啊，小胖跟小三对，小胖，哎，你们好复杂啊，你们真的贵圈真乱，这一场闹剧说不定闹一闹变真的也不一定，对吗？对，有可能，非常可怕。那你什么时候跟温迪？赶快好不好？哎呀，我还没啊，我还可以继续背掉下去啊，背掉，继续主任下去，吼一吼，冲破你耳膜。好了好了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小当爹爹，大拜拜，拜拜，祝福这一对怨偶，也要祝福雷拉跟汤宇啊。对对对，很赞，汤宇雷拉。恭喜你们结婚了，幸福快乐！哦，我已经没了，真的好棒！辛苦了，辛苦了，你很棒，看到你都很开心。而且在结婚的时候还拍一个这么荒谬的计划，你有没有觉得他一直很影响你的婚礼？不会，扛不过你的风采。因为我今天的婚纱太厉害了，所以真的被抢过。真的，这一套看到傻眼，网友马上说好幸福。谢谢大家。